Personalpronomen. Singular. Ich. Du. Er. Sie. Es. Plural. Wir. Ihr. Sie. Ich. Du. Er. Sie. Es. Wir. Ihr. Sie. 女生的她 跟她们在德文是一样的词 Sie. 她们可以透过动词变化或语情来辨识。 德文还有第三个 Sie， 就是比较礼貌的说法。 单数跟复数都是一样的词， 而且它们都要写成大写字母。 这里都是属于逐格的人称代词， 在其他语格中，它们就会改变。